适合大小身形。好，全长我都还没有收腰的时候是长这样。好，来，这边有一条带子，你想绑多紧多高随便。绑完之后我只有觉得我人变得很窄很瘦。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英文字母设计，亲肤的棉料，外加有做口袋给大家，还有缩腰，让你们很轻松简单的就可以绑起来。然后一样有连帽小帽帽。好，然后我觉得它帽子加这个领边很漂亮，它的领边是这种微不修边，但是它有考克，所以不会虚掉，大家不用担心哦。屁股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小叉。好，然后完全不贴臀。那它的料子是棉料，就是非常亲肤的棉料，一样按照自己的地区去加外套，然后有这两条可爱的绳子哦。那袖口呢做了一个四五分袖，不长不短，然后不热不冷。然后它很可爱的是它的字是米色被咖色。然后小连帽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穿杏色的内着，杏色内着就只有一个条件。所以呢我觉得两色都很好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都把它带回家。